Viper Van， 这里是 VIP， 是 VIP， 听我声音如何？听我声音如何？感谢你为国辛劳，请持续守护台海领空，确保国家安全，祝飞行平安顺利 ，Happy Landing。谢谢 VIP。各位同仁，大家早，我是赖清德，今天特别前来中心感谢大家。这一次中国的演习，我们大家都全神戒备，全力以赴，表现都非常的杰出，非常感谢你们，也敬请大家持续努力，发挥我们保家卫国的责任，谢谢你们，祝大家一切顺利。其实共军活动的参样，还有本军与作为及结语。总统好，工作部加油。李总统，我们来看台湾民意基金会在今天早上发表了有关于赖清德总统国庆演说的民意反应的一个即时民调，结果呢就发现，在这份民调当中呢，有70.8%的民众是赞同赖总统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的这个主张态度是表达赞同，至于呢不赞同的部分呢，则是有20.1%，至于其他的呢，则是没意见跟不知道。那这一项呢，发现了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讯息，那就是赖清德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的主张，其实是台湾社会的高度重视共识。总统赖清德在今天上午是走访了国军营区，也训勉国军应对日前的中国联合利剑军演。任博带我们来看看最近状况。好，记者目前所在位置在国军桃园的下湖西营区，可以看到稍早时候总统赖清德是来到这边来训勉国军官兵，就是海军海风机动中队。那么因为在日前先前的中国联合利剑 2024B 军演严重威胁台湾的国家安全，当时国军是全程紧盯共军的动态，国军发挥了保护台湾的一个很大的功用，因此赖总统今天是特地花了一个上午时间，先到了空军作战指挥部，接着就是来到这边来训勉海军海风机动中队。那么稍等一会，他也前往了这个海巡署的舰队分署这边来训勉海巡署的官兵。因为这一次其实这个共军威胁台湾非常的严重，因此国军是保卫台湾的安全。那么赖总统抵达时候，也跟每一位官兵是逐一的握手致意，而且赖总统也跟官兵寒暄10几秒、20秒时间。据了解，总统是询问这些官兵，包含是服务平时的状况，以及这一次军演时候扮演的一些角色等等的一个状况。那么赖总统也特别颁发加菜金来训勉这些官兵。那么这一次其实海军海风机动中队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共建是从这个台湾的北部、东部、南部以及海峡北部、南部等等来逼近台湾。那么像是记者所在的背后这个画面上左手边的就是熊三飞弹，那么在画面上右手边的就是熊二的飞弹发射车。那么这一次也是扮演了这个威吓共建的一个非常重要角色。他们其实是到这个战术位置，那飞弹是瞄准了共建，如果共建有越雷池一步情形，就会有这个威吓的效果。像是在花莲的这个熊三飞弹车，在10分钟就抵达了战术位置。那么其实赖总统稍待一会也会前往海巡署这边来发表谈话，我们随时为你掌握最新情形，把时间镜头交换棚内主播。恭喜总统！
们好，接下来为总统介绍本署四项装备。第一项为遥控式动力救生圈，此项装备用于民众落海救援时使用，最大可承载两人，利用在水面上快速前行的特性，更有效率的接近落海的民众进行救援的动作，降低救援人员的风险。可以遥控多远？约200公尺。是。第二项装备为手持式热显像仪，此项装备用于夜间勤务使用，针对非法入出境或夜间搜救使用，在光源不足时能够捕捉到体温较高的目标，强化目标的征收。前两项装备报告完毕，谢谢总统。装备为手持式 X 光机，可在不破坏船体前提下，针对密舱及密窝实施扫描检查，并搭配平板电脑实施可疑分析，以防范各类走私及不法情事发生。第二项装备为微型密录器，此装备为今年新式采购式装备，共3100具，金额2100万余元，可供执勤人员佩戴使用。针对各类状况实施录音、录影及保全证据。以上报告，谢谢总统。看向前方镜头，3、2、1。接续拍摄第二张相片，请总统及各位长官伸出你们的右手大拇指。海委会赞不赞？赞。谢谢各位长官。